哎、欸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不可以这样子，先生，现在是白天，你这样这个姿势有点母汤，先生，先生，请你住手，请你冷静，先生。完了，现在这种情况到底怎么玩啊？Hello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欢迎回来我的超写实战场模拟器呀，又要开始来呛了哦。这款游戏真的非常的呛哦，相信各位有看过上一集的啊，观众应该都知道这款游戏坑的程度到底是多严重吧？哦，我是觉得每一只角色的特色能力都做得非常的强哦，跟以往的那个野兽战争模拟器呢不太一样，就是在于说，就是刚我所讲的，对，没错，每个能力都不一样哦。野兽战争模拟器呢，顶多就冲过去乱扒，瞎鸡巴乱扒这样子，但是这个游戏呢，每一只角色的这个职业。啊，都有他的一些特性在啊，还是有差十万八千里的。然后呢，老头在私底下玩沙盒模式哦，就发现哇塞，这个沙盒模式玩起来虽然很爽，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吃电脑硬体。那时候呢，我召唤大概100多只吧，然后就结果两边打起来，哇塞，超级累格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问题目前不知道怎么解决，不然的话，老头其实想要拍一个什么百人啊，百人大对抗啊，比如100只大象啊，或者100只什么什么的。不过整体这样打下去的那种感觉是哇，整个是有点卡顿了，那个好像有点不太可行的感觉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先暂时先这样子，我们就先玩单人游戏，好，玩到后面之后呢，再看状况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废话不多说，好，我们继续我们上一集的进度，现在第11关嘛，开始。第11关，哦。直接到了中世纪了是吧？然后有投石机，哎呦难得。然后呢，我还是一样只能用农民时期。哇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势必……哎，我们现在多少钱？他给我3000块、啊，那就三台车子好了。哎、哦，然后到昨天，哎、欸，不是昨天，是上一集的影片啊，有留言，有人说老头那个兵种不要太贴在一起，不然很容易打到自己人。哦，这个我会多多注意的，好不好？我就尽量放宽一点，好不好 ？Let's go， 冲啊！有，这很行，这很行。哈哈，你要开去哪里啊 ？Hello， 哦，有了，我靠，不要撞飞！哦 ，What the hell？ 哇，这样也行哦。OK， 打了。哎、欸，这边这个打得到吗？那个人啊、哦，有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擦他。快插死他！哦，插小鸡鸡，赢了。哎、欸，哦，那边还有一个活人，扒下去。我那么多，好，有一拳解决掉了，没有一拳解决不了的事情。如果有，那就两拳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哈哈哈。哦，你看那边，哇、哦，大胜利，这样他手上拿那个苹果。哦，这局还蛮简单的。然后呢？这个中世纪这个拿权杖的是什么？会补血的僧侣吗？是不是？然后中间居然是国王，哇！直接派上国王了，这样子，他知道怎么打。我想说一样，是不是就开车快攻，放个4台好了，好不好？放个4台好不好？啊 ，Go！ 嗯，为什么不能开始 ？Hello。还说还有什么规定之类的吗 ？The King，、欸、为什么不能开始啊 ？What the hell？ 1、2、3、4，哎，不给开始哎、欸，喂，是不是出问题了？这里也没有特别说明说我不能放什么，他这边只写 The King，The King 啊，对，就 The King 的地图啊，嗯。没关系，我切过去再切回来看看好了。好，再试试看，4台车 ，Go！ 哦，果然是 bug。哇，这是怎样帮加 buff 是不是？哇，哇，他帮国王补血哦，是不是？看输了，靠，这真理也太作弊了吧！看来这是不太行的。来，我们。来玩一下药水先生，来试试看，先丢再说。哦，感觉非常的给力，要丢后面的啦。
完了，那个国王打不死，而且超硬的。哇哇，哈哈哈哈！快点丢死他！我的国王超屌的，倒了，又起来了。哎、欸、啊，旁边这几只在干什么啊？帮忙攻击啊，在看。哎、欸，不过感觉有胜算哦。快点快点快点，只剩国王了。哇，这边万箭齐发，一起丢下去应该就赢了吧。成猪啊，为什么丢不死啊？这国王血怎么那么多啊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他现在开始大屠杀一刀一只。别，早知道用一只镰刀割出来了，完了打不死。快丢！哦哟，这只有，这只算丢死了，剩国王。别再丢啦！我求你，想逃跑是不是？你看看，哈哈哈哈，该找我笑了。哎，所以说这样子到底打不打得赢啊？那在干嘛啦？撸墙壁晕倒是不是？哈哈哈哈。What the freeze？ 到底要打多久？直接在那边扔石头，酷刑是不是？啊，这边感觉好像以前那种霸凌，有没有？霸凌是不可取的。我靠，看狂丢，到底要打到哪时候啊？啊，早知道刚刚直接召唤镰刀哥了，就不会这样子了。镰刀哥至少有攻击力，哎呀，赢了，靠腰嘞，打这么久，可见这个药水水瓶的伤害实在是。非常的薄弱，不过还是赢了啊！莫名其妙用这种方式赢了，而且怎样？哎、欸，我可以使用中世纪的士兵哦，水哦。然后呢，他们是罗马、希腊罗马那边的。然后这个骑士在干什么？这一只在干嘛？不认真看前方，看侧面干什么？然后这边是兵分三路，一二没有，兵分两路。哦，这要怎么玩？这个是补血真女吗？不是，这个是，这个是那个吟游诗人，可以引导所有敌人靠近他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哦，迟钝骑士，投石机，要给我多少钱？2100哦，2100的话，要不要弓箭手啊？看一下，他们拿盾。拿盾的话，我觉得怎么办？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解决，没关系，先士兵群好了，然后再配上一个吟游诗人，这边吟游诗人士兵群，哇，不够，算了，开打，冲啊！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呀！顶下去就对啦，擦！哎呦，解决解决！哇，那个长枪兵实在有点猛啊！哇，长枪兵已经打趴了我将近一半的敌人，一半的势力了。完了，死去！天啊！是在干嘛？哇，那长枪直接跪到我的手背上面。等一下，我这是要赢了吗？哎，没有没有，这边还有三只，完了，剩下两只士兵。Oh my god， 完了，输了，这局输了。他要把他带到哪里？吸引不了。啊，这个要重来，这个不行了，这个不行了。Da ba da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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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个900他妈实在太贵啦，一定要想个办法。嗯，1234 5，然后我现在剩800块，800块的话，远距弓箭手嘛，好不好？140，这边三只弓箭手，三只弓箭手，冲下去就对了，冲啊！为什么那弓箭手不动啊？我天哪！哎呀，顶住啊！好、哦、完了，那弓箭手是要自己人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
Jesus Christ！ 还有希望哦，那个弓箭手对他造成剧烈的伤害，现在剩这边了。啊！哦呦，戳到我了！弓箭手快点，万箭齐发，有赢了！哇，这些动作帅气！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下一局，这什么？哦，这有点类似像那个 LOL 里面那只谁啊，潘什么的。哎，怎么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？潘诺迪没有啊，乱讲的，我忘记了。Moisy， 啊，没关系，试试看。然后这边只给我2200。2200的话，他这样子拿盾，我觉得全程远程行不行？五支弓箭手搭配一支盾骑，哎、欸，好贵哦！我好像没有钱了，这样子有点不均匀，感觉不太行。看一下，嗯，剑兵勇士，12345，12345。弓箭手1234啊，没有钱了，算了，试试看，射下去啊！看到这边，哇，直接被射死，哇，有点硬啊！叫那么大声，猪叫、喔！哎、欸，这边赢了，好莫名哦、喔，这里呢？哦，果然弓箭手打他们超好用的，杀去。哎、欸，啊，就剩下那边，剩下那一只这边抽蓄，啊，假装自己要假死，有没有？快点露出你的破绽来，砍！耶、yeah ！哇塞，直接射下你的射穿你的脖子，有点猛，有点猛。哦，再来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两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弩炮吗？还是什么投石机吗？你看他们都兴奋发抖了，有没有？好兴奋！我要射去，我要射啊！好兴奋啊！我要直接去了，这样子不行，我们要忍住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我们也要来个一台、两台啊，剩下的就士兵走。哇！这个爆破量那么，伤害量这么高哦！哇，他们这会炸到自己人！我靠，我靠！啊啊，为什么另外一台不动？另外一台直接垮了！哎、欸，他直接飞起来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靠！来来来，看一下对决 ，bang， 赢了，水啊、哦！果然是投石车强！哦。米诺涛出现的，两只米诺涛，六只长矛部队，那这样怎么打？米诺涛的习性是什么？我不晓得。然后给我3400，好吧。好，我觉得弓箭手真的蛮好用的，叫一批弓箭手出来好了。呵，就这样子。Go， 看一下米诺涛，我靠，蒙牛冲撞！他直接猛牛冲撞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靠！哇、哦，结束了！我莫名其妙就赢了，哈哈！怎么感觉越来越简单了、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完了、啊，冰天雪地，我们到了维京时期了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哇，这已经倒数第四关了、哦、好，继续。维京人啊、哦，哎，我可以用希腊罗马的人物了。有宙斯哎、欸。啊！宙斯，哎呦，召唤一下宙斯看一下。那边维京人、维京战士、维京弓箭手，然后这边是什么 ？Snake 弓箭手，放毒的弓箭手是不是？放个四只出来看一下好了。上，哇！宙斯发闪电，哎、欸，他是真的射一只蛇出来，那也太好笑了吧！完了完了，我们宙斯要死了！万箭穿心，宙斯死了，完了输了，剩下蛇没有解决，看这蛇好强哦！快点把它射死，这些蛇已经暴动了！啊不不不不！
我靠，我这蛇好强哦，他们咬他屁股哎。这蛇强到哦，想说强到打不到，看来这个宙斯单只召唤 CP 值太高，容易成为啊，容易成为标靶。好，一只米诺涛，然后后面的话全部都这个好了，都拿盾好不好？看可不可以挡一下寒冰伤害之类的，冲下去！哦呦呀，凶！哦呦，我直接把他叼起来打、欸，滚！我把他抓起来就是滚，一拳猫了呀嘞！完蛋了，还是不太行。哎呦，我冲过去，我靠！哎、欸，原来米诺涛不怕寒冰哦，他抗性很强哦，刚才直接揍他。滚滚滚滚！我靠，好硬哦！滚滚滚！到底打死了没啊？快点揍死他！快冲过去！对对对！哇，超屌的！看我的米诺涛，看超神勇的、欸！哎、欸，我米诺涛是不是不会死啊？被插那么多支箭都没事哎、欸！再一次冲过去！刚刚没有冲过去。林北米诺涛啦，你看米诺涛是不是希腊之神啊？赢了！看这牛怎么那么硬啊？哎、欸，这个牛是完全在克他们了，是不是？干也太强了吧！好、啊，接下来的我看一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维京人，然后带着那个豹皮，那个哎、欸、没有熊皮，重点是那个熊皮眼睛还会眨眼睛，怎么可以这么可爱？真是太好用了。哦，这个一定要来个两只，看怎么可以这么好用，剩下再这样子 ，OK， 可行地，冲啊，冲上去，打起来就对了，米诺涛呢超强的，打架小能手，完了死一只牛了，挺意外的，快点烤死他，让他知道。我们米诺涛之神多么强大死了，看来不太行。这个话可能就是需要投石车吧，对，需要这个了。然后钱好像不够，剩下的话就远距离吧。蛇啊，只能两只，哈哈。啊，这个好了，冲啊！哇！我靠，被打飞这么远，靠下去，靠下去！完了，我的牛死了，快射下去，射下去，射下去！靠你了，碎啦！完了！再发！你在干嘛？快点！爆了！看来这是不太行的。嗯，怎么办呢？米诺逃一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两台，您说这样行不行啊？三台好了，三台，剩下的话呢就，这样子，射下去，哇，有感觉有，我觉得我的那只牛，我觉得我的那只米诺涛是被头毛机自动弩炮给射死的，感觉，哇，敲一下就死了。快点攻击！有哇有完了！撑住，再撑一下，有了，赢了，飞吧你！不知哇！完了！别！完了！下去！有我靠！直穿你的后穴，干这个赢的也太好笑了吧！哇，就差那么一点就死啊！大胜利，非常好。那这一局是什么？这一局也没什么，就冰冻弓箭手跟磁斧战士，然后中间那个三只比较强一点的，这个的话给我6300块钱，两台这个好了。米诺涛两只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再来是，这个好了，
三只，四只，就这一只够，冲下去就对了。为什么我们的米诺涛都没用冲撞呢？啊！别别别！我的我的！快快快！哦，有一只牛死了。哇，那个牛飞超远，被我们弩炮射飞了，是不是？完了，这一局不太行。米诺涛要有是没错啦，但是觉得不行的点在于数量太少。好吧。哇，这个闪电威力有点猛、啊。为什么宙斯躺在地上了？快点电死他！电死他！宙斯攻击啊！宙斯你在干嘛？那个人在干嘛？双手举高高。跟他谈判在讲话是不是？啊！阿、啊、哲在干嘛？攻击啊，哥哥！你看他们说啊！先生，不可以这样子，先生，现在是白天，你这样这个姿势有点母汤，先生，请你住手，请你冷静，先生。完了，现在这种情况到底怎么玩啊？再一次，天哪、啊，还会卡住哎、欸，哪一招啊？卡去，卡了哎、欸，卡了哎、欸，丢就是安尼，丢，我们宙斯正常发挥。啊，怎么射到一半就不攻击了呢？宙斯哥哥，你快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完了，又卡住了。啊，算了，这感觉不太行。我们宙斯不知道在干什么，我完全看不太懂。呵，看来知道这么做了。宙斯没有屁用，靠下去就对了。哎呀，哈哈。哦，你还活着，行哦！我要照着那个在跳探狗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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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，good good good good！ 哇，他直接，我靠，插在上面，好帅哦！哎，啊，不见了，这样子。看，只是我跟你的米诺涛大胜利 ，good！ 赢了啦，是不是？哇靠，这个姿势超级，怎样？没看过，我没看过这么勇猛的米诺涛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脸，就一副就是安诺西伯看过你啊，你西伯看过你，你看这也太好笑了吧？哇，终于过了，然后这最后一关，哇塞，这是什么？战船？这是应该是维京人的最强的单位吧？最后一关了。我靠！维京人最强单位都出来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给我6000块哦，和两台这个米诺涛一只，不行。我觉得宙斯其实没什么卵用哎、欸，仔细看觉得宙斯没什么卵用是真的。好，剩下都这个好了。Go。我靠，那战船会跳起来是怎样？哇塞！自杀式攻击，我牛死了。不过死了好多、哦，剩下残兵就剩他了。干什么？赢了哎！我靠，这也太简单容易 easy 了吧？哈哈哈哈！哇，我以为会很难，没想到这一关这么简单。OK， 终于结束了。Yo， thank you for playing。好，之后呢，再继续玩后面这个关卡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今天抽牌先玩到这里了。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玩哦，超级有趣的，不知道各位看的有没有很爽哦？然后老头其实也非常想要玩沙盒式哦，但是目前沙盒式单位太多，很容易卡顿，这个是有点困难哦。没关系，不过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呢，老头再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啊。如果喜欢我频道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。超写实战场模拟器再见面啦，拜拜。